盖痛不用治，一个方法不打针不吃药。膝盖疼喷它，弯曲有响声喷它，脊椎肿胀也喷它，半月板损伤还喷它，腰损疼痛都喷它，膝盖疼痛蹬不下站不起喷它就对了。膝盖痛的朋友啊，刷到这条视频呢，您就算赶上了。膝盖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显老。膝盖痛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钱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膝盖痛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按摩？膝关节酸痛僵硬无力，居然还有人去贴膏药。长期膝盖痛，屈伸不便，下蹬困难，不要再去忍了。你说你买不起宝源堂膝盖冷敷凝胶，好，为了让广大膝盖痛的朋友们不再买到假货，我们直接打开官方购买渠道，厂家直发，人人用得起。很多人都没有用过宝源堂膝盖冷敷凝胶，就放弃调理膝盖痛的机会，从开始的不严重变成现在的上下楼梯困难，疼痛难忍，真的不要再拖了，只需要每天轻轻一喷，在家就可以轻松调理。不管你是脊椎肿胀、半月板损伤、劳损、疼痛，现在就点击下方链接查看详情。老师，给我来两盒宝源堂膝盖小白瓶。用不了这么多。那我之前买都花这么多呀。那是你啊，买贵了。你是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购买的吗？不是啊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啊，根本花不了这么多。很多有膝盖痛的朋友啊，经常会感觉到膝关节弯曲咔咔响，屈伸不便，下蹬困难，僵硬无力，进而影响到整个身体的机能。你选择了我们的宝源堂膝盖小白瓶啊，是选对了。只需轻轻一喷，温和好吸收，直达膝盖内部，养护膝盖不伤膝，很贴心。官方链接啊，我就放在下方了。现在下单为你包邮到家，想试试的话赶紧点击链接查看吧。